jungle. Audio Jungle. 台湾人蔡孝干为中共台湾省委书记，1928年加入中共，曾随中国工农红军进行长征，二战后潜回台湾发展中共间谍组织，1950年被台湾国民政府逮捕后，供出中共在台间谍组织，令毛泽东和最高司令粟裕同年底的攻台计划宣告破产。蔡孝干被逮捕后加入国民党后，1956年官拜中华民国国军少将。蔡孝干撰写出版了《台湾人的长征记录》MDASH 江西苏区 DULL 红军西窜回忆一书。在这本书中，蔡回忆了当年中共高层在苏区混乱的男女关系，揭示了在中共控制的江西苏区民间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据《中共攻台大解密》一书披露，毛泽东和中共最高司令官粟裕一开始希望能在1950年底进攻台湾，但攻台所需要的不只是船、飞机和军队，还需要潜伏在台湾的特务组成情报网络。这些特务最重要的人物就是策反国军将官，等到共军登陆时协助共军作战，除了又是高阶将官叛变，这些特务还需要挑起社会动乱，组织暴动，并在台湾参与破坏行动。蔡孝干潜回台湾当共产党间谍，共谍潜伏要追溯到1946年4月，当时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成立后，随着时间推移，这个秘密组织在台湾发展出了由地下党员组成的广大网络，准备在关键时刻出手。这个黑暗组织的领头人物就是蔡孝干，中共台湾站的头号间谍。公开资料显示，蔡孝干早年参加台湾文化协会，因此左倾，之后曾人工学校代用教员、代课老师，后前往大陆，入上海大学就读，之后回到台湾，有意将台湾文化协会与台湾共产党合并。1928年，蔡孝干前往福建厦门、经漳州，到江西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加入中共。同年，台湾共产党在上海成立，蔡又受命加入台共并获选为中央常任委员。1934年，随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入延安，是唯一参与长征的台湾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蔡孝干成为审讯、策反日军战俘的专家，同时也翻译、分析日军文件。身为一个在日据时期出生的台湾人，他的日文相当流利，随着时间过去，他的才能渐渐广为人知。后来共产党甚至请他撰写教材，训练后进的特务。1946年上半年，日本向盟军投降后几个月，蔡孝干来到上海，准备进行他的下一个任务。共产党精心挑选了他来领导前伏在台湾的特务。1946年7月，他以新的身份返台，潜伏在故乡。他和其他特务很快就融入当地的生活，他发展了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组织，任中共台湾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他们展开任务之后，六个月内就招募到了70位当地的人士加入特务团队。到了1948年，他们已掌握了约285位特务，特务情报网被国民党攻破。江孝干供出中共在台间谍组织。1949年，国军大批撤退来台，在这安然败退的氛围中，蔡孝干一手建立的情报网也迅速扩张。同年12月，据称他掌控的地下情报员多达1300位，另外更有多达5000个县民。这些人大多都不知道自己受到控制，这些人都可以用来发动罢工、抗议游行以及校园暴动。蔡孝干告诉第三野战军高阶官员，他的秘密部队已经准备好了，中共军队登陆前就可以先煽动社会齐心颠覆中华民国政府。他还建议攻台计划最好在1950年4月发动，因为那时候的天气最适合两栖登陆作战。但是1949年秋天，蒋介石开始把兵力往台湾集中，在大陆经历过情报体系大崩溃以及重要部队叛变后，
他决心要根除潜伏在台湾的共谍。1950年4月，台湾的特勤人员把矛头指向蔡孝干，迅速逮捕了他。经过长时间的审讯，毛泽东手下最优秀的谍报人原 MDASH 蔡孝干投诚了国民党国防部参谋司长吴石中将高级参谋中将陈宝仓，国民党东南行政长官公署总务处上校交际科科长聂希，中共女特务朱峰等约多人被捕，台湾省工委会重要干部几乎全部一网成擒，中共台湾省工委会遭到毁灭性打击，组织几乎全部瓦解。蔡孝干之后加入中国国民党，任中华民国国防部保密局设计委员会委员。